素仪在新加坡的，对，所以我很感恩老师的教导，循循善诱呀。因为在我是12月12号2019年，其实就进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很感恩老师，是因为在我的健康方面，或者是我的事业，或者是我的家庭，或者是种种方面其实都有提升啊，尤其是那个资。对，尤其是其实四年多前是因为婚姻的失败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子，然后老师讲是要圆满，然后所以我上老师的幸福圆满班3次，所以也是帮我其实那个就是负能量去清掉很多，然后因为我一直是就是很积极的，就是提升自己这样子啊，然后就。老师的书我全部也是拥有啦，所以摔的时候我就很积极想要知道什么叫做身心灵不聚合啊，所以当我提升了我的智慧，就是我每次就是写心得了悟这样子，所以现在跟以前的先生其实还是有联络，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还有以前的家公家婆就是就是很圆满这样子哦呀，虽然是都在一起，因为老师其实就是打开我了很多那个思想观念，因为之前我就好像是虽然是自己是 ask for 这个婚姻离婚了，因为自己的那个提升是比较是需要成长的人，就是那个步伐不一样哦，所以就是因为去年就是慧珍就是我们这边的主持人他就是讲就是做了这个太阳能源转运法，就是吸引了对的那个人哦，就是我那时候跟太阳公讲我要的那个人哦，其实真的是一模一样，就是那个人出现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就是跟这个男朋友其实是不错，就差不多7个月这样子啊。可是就刚好他也是遇到生命中的一些不圆满就是有个就是一个进入的一个轨就是他的那个人事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我就有机会其实就是可以介绍到他生命密码，然后就是也是叫他做太阳能源转运法啦，然后就他也是很感恩我，然后他是觉得是有那个能量在这样子咯。所以孩子方面也是很不错，所以健康方面就一直会有提升，因为自己也是有那个子宫或者是种种的一些身体的问题这样子啦，就慢慢慢慢的话就是一点一滴的从那个就是那个根源去找那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样子咯，所以很感恩老师的教导，感恩大家，请你加油啊！好。